各位同学，凯迪拉克 IQ 瑞哥又出新配置了，标准续航豪华版，一台中大型美式豪华 SUV， 居然29.77万起，这你敢信吗？来，一分钟了解一下。我觉得用强于内在、惊艳于外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。5003的车长，3094的轴距，这台中大型 SUV 居然才不到30万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而在外观方面 ，IQ 瑞哥在延续了凯迪拉克家族化设计风格的同时，更是添加了不少科技感，这种感觉我喜欢。不得不说 ，IQ 瑞哥很好的将这种美式豪华的劲从车外延展到了车内。门斯之盾金钻电控旋钮，19个扬声器的 AKG 录音室级别的高保真音响，伊姆斯座椅，在这台车上通通都给你安排到位了。对了，还有这块33英寸环幕式 9K 超视网膜中控屏，车机标配车联网，还支持 CarPlay， 豪华到位的同时，拓展性也很不错。敲重点了，这台标准续航豪华版 CLTC 续航502公里，支持快充，百公里加速仅需5.9秒。但你完全不用担心502公里续航不够用，凯迪拉克 IQ 瑞哥可是基于奥特能智电平台打造。这个平台最大亮点就是续航足够扎实，关于这一点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。我们老早前就实测过瑞哥长续航那款，无论是城区通勤还是高速公路啊，基本上可以做到1:1的续航表现，有时候甚至会反向虚标。对于一款纯电车来说，这一点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哦。别说我脚法好，超过80%的用户实际使用续航里程都能超过官方初始续航，看来反向虚标王的称号不是白叫的。对了，它和特斯拉还达成了互联互通的合作，马上南方电网也要上线凯迪拉克 IQ APP 了，以后凯迪拉克用户充电有多方便可想而知了吧。怎么样，这台凯迪拉克 IQ 瑞哥还是很给力的吧？现在购车还有整车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，至高15000元的增换购补贴，这下诚意都给你直接拉满了。强烈建议大家去最近的 IQ 空间或者 IQ 专区亲身体验一下。再说回凯迪拉克这个品牌，百年车企，缔造了无数个豪华车的行业标准，他们对于豪华的拿捏可以说是相当精准，也确实是我一直以来比较中意的牌子了。加上现在这个价格，感兴趣的同学确实可以去了解一下。关注我，买车不纠结。